就是说我心里其实没有想过要听广告，但是说你只不要回应的承认。当我有一个月说长不长，说短不短，就是说 pretty fucking 长。It's pretty fucking 短。对我来说，就是说，就是完全卸全部的责任，一个月。有它漂亮的地方，然后我有我不一样的味道。三年前，贵妇版大 S 黄连莹和夏天伦宣布结束婚姻，前夫夏天伦不仅指控出轨不回家才导致离婚，甚至还偷女儿红包钱啊！这有什么好偷的？大家的红包，妈妈不是都不知道帮你存到了吗？啊，什么280万啊！总之啊，人设崩坏。是说这个夏黄可不是父姓哦，是黄连莹当初冠上的夫姓，显见当年感情深厚。这次选择公开撕破脸，是因为夏黄连莹带女儿买东西，竟还要女儿还她钱，才公开前妻许多离谱行径。我当时选择不曝光，我认为我在保护小孩，造成给他了一个很大的空间，去在 Dcard 上发挥误导大家我的形象的东西。我希望他们学到说，当你撒谎的时候啊，会被大家 shame。本刊巡线找上夏天伦，问他相关细节，他仅透露自己目前在帮女儿和夏黄连莹谈判，甚至跟女儿协调是不是要针对侵占偷窃报警处理。据悉，除了要回女儿的红包钱并公开道歉，他还得负担孩子一半的学费120万，禁止秀出任何夏家人的照片，以及未来要见小孩必须一个月前安排好等等。因为当你被认定为是可以一直拿的一个人的话，你一辈子就是一直被拿，所以我希望示范给他们说，别人拿你的东西的时候，你要把它弄回来，一定要把它弄回来。やられたらやり返す。あなたに対しては。100倍返し。夏黄连莹从事发至今神隐，本刊致电时得知他目前人在国外，对夏天伦要报警开直播等等手段，他不时无奈笑笑坦言，现阶段会先休息一下，我一直都没出来说话，因为作为妈妈有很多要考虑的地方，希望可以谅解。显见目前是人在跟夏天伦调停当中。回顾夏黄连莹结婚后就开始营造名媛形象，但其身家和前夫相差甚远。他无法融入我朋友圈，他们的老婆都是高学历、职场女强人、好妈妈、好老婆，没话题可聊，语言也是个障碍。不仅如此，夏天伦更公开录音档控诉夏黄连莹从2020年开始跟前 BB 畜生米厮混。2021年认识光头男，男方更送珠宝当见面礼，然后他开始不回家，甚至达100天，对孩子造成伤害，让他决定离婚。夏天伦表示自己是得到女儿完全的支持才站出来，比较形式的爆料也会先问女儿该不该出。我说爸爸觉得我的策略是把最严重的证据丢出去，原子弹就 over。 他们还为他妈妈讲话， No 先做轻的就好，然后他 OK 的话，就后面东西就不要出。我会觉得哇，好棒哦！我跟我女儿的感情变得这么 tight。但同时也有网友先夏天伦料，说夏天伦单身后交的那个现在是前女友的女人是专业小三，职业淘金女，到处勾搭人夫。夏天伦看了只求坦诚并回应，哎，他戴面具的时候蛮吸引人的，后来脱掉5秒分手，两个人在一起不到3个月。